切成块状的芋头用糖水熬煮，松软绵密。大甲超人气美食除了这一碗综合芋圆汤之外，还有水煎包、肉圆、鸡桂等等，全都让许多在地人和游客难以忘怀。摊贩业者辛苦努力为产品美味把关，而地方摊贩协会也想到了要为各位老板的健康把关，安排了免费健检。平常就是工作比较忙，然后都不会去体检，然后刚好透过这个协会，然后理事长人很好，然后帮我们就是体检这样子，然后又可以让大家聚在一起，然后都注重健康这样子，非常好。预计差不多会有400位的400位的那个会员跟员工一起来做检查。被票选为10大观光小镇的大甲，每年总吸引上千万人次前往观光旅游。而大甲摊贩协会为了打造安心夜市，连续2年举办免费健康检查服务，就是要确保会员与员工的身体健康，让民众在逛夜市消费时能够吃得更加安全、更加安心。没办法，这也是这个工会基本这种吼身体检查拢一定拢做好个啊。你算讲为了人要来吃，算了安全问题啦。咱家己身体也好，物件做起来就免惊讲有啥出现问题啊。做夜市的生意吼，都是日落而作吼，日出而息，所以他们很少有时间到自己到医院去检查。那协会为了体谅所有的会员哦，所以我们特别利用这个时间帮所有会员做身体健康检查。就近就能服务嘛，就刚好在旁边。对，就是大家要做生意之前就出来做检查，要就近，那不用直接跑到医院去。由于夜市摊商们夜晚都很忙碌，在协会的邀请下，大家特别抽空利用白天时间来做检查。而协会已安排专为厨师以及烹煮人员的健检项目，希望可以帮助这一群日出而息、日落而作的摊商们努力储存健康资本。记者王胜炫台中采访报道。